啥？哎，在搞啥？搞东西。阿酸糖。对。20多年没吃过了哦，这个又脆又甜。对。我来帮你洗。好。哇，你搞这么多，搞了很久吧？我玩了半天。玩了半天也急呀、啊，搞了这么多。我把这些根拔掉啊。好。 小时候我经常去挖这个东西，我也是。对，因为又脆又甜，拿回来还做零食。小时候经常的吃零食。那时候也没有钱买零食吃啊。对。反复搓洗，把泥清洗干净。对了，干净了。这个有虫吃的哦。甜了。 这么甜才虫才吸哦。对。我剪断这些根茎。好。我休息一下。叶子我也清洗一下。先切点小米辣。 对，我过这里。对，我几个蒜米啊。好。我先切点老阿松花。对。这个很酸的哦。嗯，酸了。比醋还酸。对。嗯。这是天然的酸醋。啊，对。蒜头也剁碎。酱油、红油、香油。 少许白糖、辣椒油、阿酸头豆油，搅拌均匀。哇，刚才流口水了不？不是流口水了，进盆。啊！多少？叶子点缀。 你吃这个是酸的，这个头是甜的，酸酸甜甜好吃啊！太贵了。嗯。